各位委员先进，刚刚聆听完在野党团的提议，感觉上一直有个误会，以为说政府给予人民的各种防疫的津贴都是政府的钱。事实上，今天任何有薪级的假所应该对价付出，如果由政府来负担，付钱的是全民，是所有付税金的国民。国民只要收入能力达一定程度以上者，他就必须支付税金。甚至你没有收入，你买个东西都要支付消费税。消费税，所以付钱的不是政府，付钱的是纳税人的税金。但是享受假期的是谁？享受假的是有工作的上班族，但是必须为三餐劳碌的非受雇者，他也在工作。但是我们对于他照顾子女而无法工作的任何损失，却没有任何的补偿。所以这个立法呢，等于是拿摆摊贩的人、开计程车的人，他们缴了税之后，他们拿去补贴上班族照顾子女放假，政府所要给予的津贴。所以我们这里不断的强调，今天如果说是因为防灾，不管是台风，不管是长病毒，不管是任何原因，如果致使家里有12岁以下的孩童没有办法去上学，孩童因为必须在家由大人来照顾，那这个照顾的大人如果他因此不能工作，不论是否受雇者，国家都应该给予公平的看待。因此呢，如果仅给予受雇者能够有子女照顾假，这无疑的对其他公平缴税的非受雇者是不公平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再次提醒，到目前为止政府所给予的防疫照顾假，它是无薪，给假不给薪。同时我们要提醒，刚刚有提到，现在的公务员他在考量到，在衡量如果请无薪假照顾子女，他是薪水会减少的。如果他有事病假，还有休假，他宁可用这有薪的假来照顾子女。其实目前刚刚蒋委员有提到的，目前所很多的公务员，他们真的有需要，因为子女在家，不管是什么原因需要照顾的时候，除了家庭照顾假之外，他可能还会用其他的有薪级的休假来支应，还未必会动用到防疫照顾假的方式来为之。所以呢，由各个家庭、各个工作者，他是个人的经济能力。我最后还是要再提醒一点的，我们也对于国民党当中有一句话，我们是非常的同意，就是要治生活困难者。老实说，14天的居家检疫隔离，或是因为防疫有14天，孩子不能去上学，要大人在家照顾，所造成的经济冲击，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。有些人有家庭储蓄的，他可能不成问题。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因应这14天没有收入，不管受雇与否者，我们都应该给予社会救助，给予政府以纳税人来补贴他，来照顾他，这才是正办。以上，谢谢。